下一个是左边数过来第二个直行，叫做简土珠皮美盖斯贝雷。简土珠皮美盖斯贝雷，他们就是讲过了，我们的金属几乎都是银白色、银灰色、还银白色的，用化合物的方式存在地壳中，所以叫做土。然后呢，氧化溶于水呈碱性，所以叫做简土，叫简土珠啊，简土珠皮美盖斯贝雷。然后呢，它也是跟碱金属一样，越后面活性会越大，越后面就是所以镭的活性比皮大，就是那个意思。OK， 那么它会跟活性大，它们都叫做活性大的金属，碱金属、碱土族都叫做活性大的金属。下学期会再讲一遍，活性大的金属跟烯酸作用会产生氢气。碱金属、碱土族都是活性大金属，跟烯酸都有氢气，但是只有碱金属会跟水作用产生氢，碱土族不会。碱土族跟水作用不会产生氢，只有碱金属会，碱土族不会。但是他们两个都会跟烯酸作用产生氢气。下学期要再教一遍，活性大金属加烯酸会产生氢。碱金属、碱土族都是活性大的金属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是一个重点，请你背好。我们这学期有实验，以后会常常问到跟它相关的内容。碱金属、碱土族，碱土族的碳酸盐、硫酸盐会沉淀。什么叫做碳酸盐？碳酸叉叉啊，铍镁钙锶钡镭，对不对？碳酸镁、碳酸钙、碳酸钡、硫酸镁、硫酸钙、硫酸钡，叫做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都会沉淀，铂中的沉淀几乎都是白色的。所以做实验，氯化钡加硫酸钠变成硫酸钡跟氯化钠，硫酸钡就会沉淀，有白色沉淀。比如说硝酸钙跟碳酸钠会变成碳酸钙跟硝酸钠。碳酸钙就会沉淀白色，这是一个重点，请你背好。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，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。考试问你说，下列何者可溶？下列何者会沉淀？判断方式：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。钙就是骨骼成分嘛，对不对？骨骼、骨头，刚才应该什么剑教什么学过嘛。所以呢，骨质疏松就是因为钙质含量太少，会骨质疏松。女生比男生容易骨质疏松啊，所以女生要特别注意补充钙。而且骨质疏松是不可逆反应，一旦疏松就没救了，所以要从小就要注意那个骨本要保养好，要能够算骨本吸收钙、喝牛奶什么之类的。然后镁呢，这个东西要看一看就可以了，像我们什么。就是镁铝合金的笔电外壳啊，什么之类的，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就碱土族，重点，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会产生氢气。重点，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。啊，再来卤素，就是右边数过来第二个，右边过来第二个，铂氯溴碘二，铂氯溴碘二 ，OK， 它都有毒，有颜色。双原子分子后面会讲原子顺序，什么叫双原子分子？就是两个连在一块了，就是两个氯原子变成一个氯分子，叫做双原子分子。然后呢，以前在晒盐场中得到，所以卤汁得到卤素，叫卤氏卤素。OK， 颜色看一下，绿是黄绿色，锈是暗红色，碘是紫黑色。这以前我们写过的，这以前我们写过，再写一遍。然后铂是黄色气体。我说过了，这以前很爱考，但现在呢不爱考了，而且这是死背嘛，死背会考都不喜欢考这个纯死背的东西。但是你还是记一下，现在是不太爱考这个了，但是呢还是希望你能够记一下，绿是黄绿色，锈是暗红色，碘是紫黑色。我讲过了，绿是黄绿色跟它的名字有关嘛，锈是下学期要教锈水，所以暗红色这会提到。碘呢是当我要讲到的，它检验淀粉的时候，它颜色有关系，所以请你记一下，记一下 ，OK， 好，铂氯溴碘 ，OK， 这是它的颜色，欣赏一下。
鲁肃氏跟前面不一样，它是越后面佛性越小，所以佛的佛性最大，佛会大于律，律会大于秀，秀会大于点。那么对水溶解度也是这样子，啊，律大于秀大于点。可是鲁肃放到水中会跟水作用，下学期会教秀水。以前有那跟绿水意思一样，就是秀水变成氢秀酸跟次秀酸，意思跟那个绿就变成氢氯酸跟次氯酸，意思差不多。它会作用，那这个下学期会提到它，我们就暂时先不管。然后呢，氯可以做漂白剂，漂白剂啊，我们下学期教有效会再有效会再提到一遍。漂白剂有两种系列，一个是含氯系列，一个是含氧系列。啊，含氯系列的漂白效果比较好，但所以它又不适合拿来那个漂白那个有颜色的衣服，因为使得颜色褪色，褪色。然后含氧系列的漂白效果比较差，所以用来漂白那个有颜色的衣服。然后自来水杀菌应该知道嘛哈，然后我们在氯里面加到水里面，然后来帮忙杀菌，帮忙杀菌。然后这是以前就教过的，生物都教过了，生物教一次，第一科教一次，第一科对不起，不是第一科，理化，生物教一次，理化教一个再，下学期会再教一遍，下学期会再教一遍。碘跟淀粉作用会产生深蓝色、蓝黑色的，所以可以用碘来检验淀粉，注意要碘，要有碘，所以碘酒是碘溶于酒精，有碘。碘亦是碘溶于碘化钾，也有碘。你拿碘化钾是不行的，碘化钾是碘的化合物，它不是碘，所以它没有不行，要有碘。所以碘酒可以，碘亦可以，碘化钾不可以，碘化钾可以不可以？要记得这个以前就教过了。检验什么东西，淀粉变成什么颜色，深蓝色、蓝黑色，把它背下来。好，再来就是你们。有碘酒可以消毒，这个生活小常识啦，应该都可以知道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有关于鲁肃的部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请写课堂练习。